大飛我天啊！點解我話一個好簡單嘅因素就係點解我哋嘅第三號領導人栗戰書見普京嘅時候話佢全方位策應俄羅斯，因為整場戰爭最主要得益嘅就係中共。第一，因為而家全球希望中共企喺佢哋嗰邊，然後成為咗俄羅斯嘅對立面。當然啦，睇到今時今日仲未見到，亦都冇證據話中共喺軍事上高會支援俄羅斯，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佢令到人民幣大幅咁使用，因為而家普京走投無路。他能夠買的東西能夠兌換到的這樣就是人民幣。而第三當然就是當全球有求於中共的話，也都因為有了俄羅斯這個市場，令到中共出口是上升了。即是在疫情閉環式管理甚至動態清零底下，事實上個經濟好多時候我哋睇表面覺得哎麻麻地，但係更加現實嘅就係大量嘅貨品經過中國進入去俄羅斯，逐命俄羅斯之餘，亦都有一個經濟嘅利益，而更重一點就大發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國難財。其實之前已經被踢爆嘅就係印度。印度同中共大量咁樣輸入俄羅斯平價嘅天然氣，嚟到今時今日仲講錢唔講啦，最緊要就係有買家。結果印度將俄羅斯嘅石油變成咗製成品賣去歐洲，大發一筆。但結果亦都因為入侵，令到即係要公投獨立。呢四笪地方令到印度冇辦法支持普京，所以宣布咗所有嘅天然氣石油唔再同俄羅斯購買，亦都因為咁樣令到西方冇另外一個途徑能夠買到一啲比較合理嘅價錢嘅天然氣同埋石油。而更重要一點當然啦，就是北溪的天然氣管道已經被破壞，亦都整個歐盟不會再買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你就見到個通貨膨脹就係咁飆升。在呢度就見到中國而家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大增六成幾，但是中國現在沒有爭天然氣，沒有爭發電。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經濟尤其工業上高，因為動態清零麻麻地，在這個時候大量地輸入天然氣，你說它用來做什麼？結果這些天然氣沒有說來源在哪裡，直接這樣賣給歐盟，亦都賣咗俾韓國同日本，而賣俾日本係增加咗400%+。喺呢度你就睇得到點解你會有咁多天然氣輸出？你本身就係一個石油嘅輸入國，今時今日你係有剩，然後大賺呢個錢。韓國、日本、歐盟就是現在中國輸出天然氣的最大市場，這三個。如果是這樣的話，哪一個不望普京打下去？因為只有你打下去，也都令到全球需要中國的協助，吃光兩邊。俄羅斯的經濟頂不住，需要外匯，需要買東西，經過中國你頂住了，拖長嚟打，中國賺咗錢，跟住你嘅平價石油氣同你收曬，然後再賣俾其餘國外大賺一筆，咁你就難怪
難怪栗戰書話喺經濟全方位咁樣策應俄羅斯，呢、這個就已經係真真正正嘅事實。有陣時咧，我哋睇做節目咧，資料都係唔夠，所以嚟緊十一月，一來我放假，咁第一站就可能先去泰國，再翻嚟香港，跟住去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可能留到話放假一個月假嘅，但係真係停一停，咁順便令到自己咧個腦筋吸收多啲新嘢。事實上呢年紀每一日咧逼到自己好緊張。以前冇一人唔收聲，夜晚冇直播嘅時候咧，我一日係可以做十幾廿條片。23、24条片，仲可以得閒無事咧喺旺角睇場戲。星期日咧一定百老匯睇三套戲，收入比而家多好多。但係自從做咗生活旺角之後咧，孭咗上身，咁同埋多咗一啲叫做災後重建嘅嘢。呢年紀係做咗好多好多呢啲事，咁亦都睇到自己嘅能力並不如自己心目中所想咁樣。講嘢啦啦咳咳。有時做節目，尤其太攰嘅時候，有時講緊乜嘢自己係唔知道，呢個先至可怕。更重要嘅就係想將個網台做大少少，就會同好多人合作。結果到最後尾，我係咁諗，人哋就諗住你有啲知名度，希望喺你身上度攞到佢哋想要嘅嘢，結果不歡而散。所以嚟緊網台要做。找回一些可靠的人，好像雪兒姐回來可以剪片找 Albert， 這樣有一個特生來跟著其他節目收縮變錄播，自己夜晚只是專注做一人不收聲，省回一把聲，也都令到自己身體不要那麼差。那11月份就要全部變了，因為人腳我找了，將個錄音室變成了流動錄音室。最近我自己都在學錄播同埋出片，以前全部靠人，但係我諗諗下，慳翻一啲成本自己做，跟住揾人做圖嗰啲做兼職去做一啲事咯。嚟緊都係咁，因為我年紀不小，能夠做到嘅嘢，我都希望喺而家想盡辦法，之前開展咗嘅，去到出年三四月，尤其公民社會呢啲事。做埋最後尾埋尾嘅嘢，睇下個效果點。過去呢年紀，好多事發生我自己身上，好多朋友嘅支持，亦都受到好多嘅傷害同攻擊，亦都見到好多令到自己唔開心，包括年青人坐監或者有啲。在那裡偷呃拐騙，什麼都有，令到自己呢都有時會問是不是還要這樣呢。但是起碼現在堅持還是這樣，多謝寶哥，因為寶哥想找到和李天的律師，他前晚找我，幸好我兩個小時內找到和李天的律師，他在荔枝角將他所有的資料和他的信箱他的東西交了給寶哥，因為寶哥是他帶出生的一個基督教徒，他很想探他，但是因為國安法，其他的所謂的教友都不敢去探他，也都不敢問，只有他一個很有心的人走來問我的時候，盡力去完成了這件事。節目做到這裡了，跟大家說聲拜拜。